5月5日晚，知名博主长春国贸曝光了一组赵本山女儿妞妞的近照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妞妞长得亭亭玉立，清新甜美，星象十足，很有星二代的范儿。据了解，妞妞今年16岁，现就读于新加坡某国际学院，学习成绩优秀。前段时间曾有传闻，妞妞欲加入日本某女子团体而进军日本娱乐圈。据长春国贸了解，此消息纯属于谣传。目前妞妞正在新加坡某国际学院就读，而且学习成绩优秀，对于今后的发展方面还未确定。因不想在孩子学习期间受到外界干扰，所以赵本山很少让她在镜头前曝光。酷六娱乐余温苏弟为您整理报道。